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由爱达电视所带来的 ITDF 世界桌球巡回赛日本公开赛。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要持续带来的是男子单打的八强赛事哦。稍后就要看到的是樊振东交手六边形战士马龙精彩的较量了。这场比赛转播工作由我黄翔豪以及邀请到周冬雨老师为大家带来奖评服务。老师您好，主播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马龙跟樊振东。 哦，这个精彩的对决啊，相信是今天哦所有在锁定日本公开赛球迷们最期待的一场赛事哦。是，这两位可说是目前中国男子单打里面呢、最强劲的选手哦。那在先前的中国公开赛，双方曾经有交手过，当时是马龙以局数4-1拿下胜利。虽然说。 这账面上看马龙是以4-1赢球，不过就内容来看，其实两边哦这个版本的对决哦非常的硬啊。那马龙最后还是扛下来了、哦，还是凭着他的经验以及他出色的调整能力。再来就是他在那一场比赛，他的反手其实表现非常的稳定，也鲜少有自己发生了失误、哦，所以最后。 他是胜利的一方啊，是两位选手在比起来，马龙算是上一个世代的打法哦，主要保留了中国队的传统，也就是短球的细腻度，还有前三板的强攻控制能力哦。反而是樊振东算是新生代的打法，他把反手拧完全的内化，去做接发球的直接的进攻，或者是他的反手位，又比马龙的打法跟准备反手位是偏多一点的。 然后马龙的话，还是属于如果用，把它去区分起来的话，马龙他正手的进攻端可能是等1/3台，但是樊振东的话，可能他的反手是准备1/2台。对。那在那场比赛，其实如果你有看，你大概可以观察到，其实马龙他在前面哦先手的一些打法上，他会控制在比较台内短球，去限制一些樊振东。 比较能够攻击的一个策略是，那尤其在小三角这部分，他运动非常多，那最后马龙在策略性上哦，当然还是比较好的一方啊。那毕竟内战也没有教练在旁边做指导，所以选手们必须在场上随时能够自己去做应变哦。那场比赛的确哦，马龙还是老话一句啦，经验胜出哦。没错，因为打桌球这么小的场地，这么高的速度，这么高的旋转。 那个马龙他的打法主要是以前三板，其实是有办法完全压制甚至封印住对手的进攻端哦。然后反而是很注重进攻发力的樊振东，在这一个区块往往对上马龙的话，常常会被封印住，或者是打得绑手绑脚的。所以这场比赛考验的是樊振东如何在把本来准备大球、准备进攻的注意力稍微再往台内放一点，然后去跟马龙去做一点台内的控制，或者是。 在台内可不可以先上手，去打回大球之后，就是打到樊振东的套路上面去了。没错，过去双方13度的对决，马龙取得了12场胜利，是，樊振东真的是龙王啊，只有赢过一场哦，<笑>所以这六边形战士真的是名不虚传啊。那只是哦。 在这一次的日本公开赛，在前一轮，其实马龙他在体力上的消耗是有的、哦，他打到了7局是打好打满，最后才惊险的拿下了胜利。所以在这体力上的负担会不会带来马龙一些影响哦？这个也可以是在这场比赛中可以好好观察的。对，但是我相信这么高端的选手，平时的训练，尤其是体能训练、重量训练，平时的训练的准备，绝对是远远超乎比赛。 的体能的需求，所以反而是，要保护好自己啊，就是运动员最怕就是受伤，然后也怕旧伤复发，所以在这么高张力的对决，还是首先的条件是尽量避免自己的运动伤害啊。是，我画面中看到的就是马龙在今年赛季的成绩啊，卡拉公开赛跟中国公开赛都赢球哦。 不断在重申他在去年伤势之后，在今年重回到场上，其实整体的状况回来的，要能够回来到那个他的那个最高的水平，其实他调整的速度是很快的，非常非常的快哦。他一回来就让人家知道，哇，不用说话，也不用任何的嘴型。
就可以去完全感受到他给我们的一句话叫做 I'm back。 对对对 I'm back， 这句经典的台词是，要能够这样说 I'm back， 他背后付出的努力其实也是非常庞大的。是，那相信这也是带着马龙他重新回到场上一大动力。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展开了，今天马龙身穿红色球衣，而樊振东是黑色的球衣哦。率先发球的是马龙，哇，接到对方的反手拧哦，再回击拿下第一分。这就是赛前的战术的准备，从开赛的第一分就可以看得出来马龙他准备的有多充足、哦、像第一分就是刻意的发到樊振东的反手位去引诱他，先做一个有制造弹道的反手拧，然后再反手等着。 One, all. 这一次是马龙自己主动性攻击发生了失误，现在在比赛当中往往会看到发力的对决，尤其是反手位的对决，都是利用反手拧，然后拧完之后反手相持，先往对手的中路先破坏重心，然后去逼着对方先移动重心或者移动脚步，之后让出反手的空档，下一板就是发力变对角线的机会哦。哇，这个虽然马龙也是给到樊振东的中路，试图想要破坏重心，但是樊振东有备而来。发了一个侧下，而且也把发球的角度发得再更歪更大哦。马龙如果赢得这场比赛，将是对战的七连胜。哇，这个是第二拍击球，在跟球的时候去做一个摆短的拍面跟准备动作，但是最后去做一个挑球，这算是一个声东击西的假动作。一分的差距，哇，这次并没有打上台面了，对，过长哦，4-4平手。看一下慢动作，这一分就完全的表现出来双方选手他们要的是什么东西了。马龙在处理短球，他就选择摆短，然后反而是樊振东遇到马龙的摆短的时候，他直接去给长，宁愿让马龙先拉起来，跟他去打大球啊。前一场对决到后期比赛后段也是呈现这样的一个状况，但马龙就是顶得住樊振东这样大球的攻势。如果要说两位选手的差别的话，我反而我会说马龙他的短球不讲，但是在打相持的时候，马龙比樊振东多了一板，然后也快了半拍。就是在打相持球的时候，往往你会看到在变线的主控端都是由马龙这边先主动变线的。后来追上了马龙，现在6-4领先。哇，就是这样，他就是球路哦，他就快了那半拍啊。对，所以整个比赛的主导权往往都是握在马龙的手上。我看得出来，马龙早就在等了。对，
而且这一分不只是马龙去拿下为自己第一局的第七分哦，但是刚刚那一分的内容，我相信对樊振东之后的三分到五分，甚至这一局的心理还有下一板的准备，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樊振东最常使用的手法就是反手发力完衔接他的侧身的爆冲，但是刚刚他也是希望去走到他的套路上面，所以马龙有已经有预防心态了。哇、哦！再把角度打得更开啊！是，冲向了马龙的近身反手位。哇，非常小动作的瞬间发力反手撕。哇，还是一样，连续的哦。对，从中路先破坏重心。然后看到马龙的反手位稍微有点小空档出来，就马上小动作的发力变现哦。哇，幸运分 ，lucky ball。这次马龙早就已经准备好对方的发球了，我看到樊振东一发完之后，马龙忙改变了站位，就把球拧到了另外一侧。其实现在桌球的打法一直不断的在更新哦，从本来更早期的都是接发球的时候主要以劈场为主，然后劈完之后防一板再来打后面的基本功，然后再来演变成有摆短，然后再来演变成摆完的时候摆一摆还可以挑球，然后再来现在又演变成反手拧，然后反手拧的时候在前半段所有的选手都在想说发球如何预防对手接发球直接反手拧，所以是用预防来去做保护自己，但是现在演变成大家反手拧越来越上手，越来越熟练了，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是我故意发给你拧，因为我没有办法去预防了，我让你拧，拧完我再等你拧过来的这一颗球来去做准备啊。十比九，马龙现在有一个局点机会哦，是有机会在第一局先拿下来的。好，樊振东先化解马龙一个局点机会，现在 deuce。樊振东反手进攻瞬间的发力是非常有突然性的，所以马龙想要去反加力的时候往往就会稍微来不及，像刚刚那样会打到板头。他引拍的时间非常的短、啊、对，就是这板上一板稍微一对置稍微一过度完，下一板他一定是选择发力的，而且他的发力从慢动作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从最高点去往下加压，就等于是 一把狙击枪从山上去打下来那种感觉哦。哇，擦边，擦边哦！在这时候，马龙也出现幸运球，战况又回到 Deuce。
碰到了网袋，并没有上台，所以现在马龙又获得一个局点机会哦。刚马龙那一分也是非常的有智慧，在击到球在发到球的时候去改变了发到球的旋转，但是前置的动作是这一局所有他发球分所有的动作是一致的。十二平，投长球，樊正东守下来了。现在轮到樊振东的机会了，喂，樊振东靠着刚才守住对方的长球以及这一次把握自己的发球机会连续拿了两分，第一局14-12，樊振东先下一城。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以下节目为双语播出。在樊振东大战马龙，在第一局最后拿下是樊振东啊，14-12。那小胖刚才在第一局的后段调整还不错，我自己反手拍的加速，这个突袭性的速度非常的快。那加上后面他又成功挡下了马龙的长球的企图心，所以最后樊振东连续拿两分了，14-12，先下一城。第一局樊振东有两个地方表现的是真的非常好，在马龙在反手相持的时候主动从中路想要试图破坏他，他都有办法掌握这一板直接去做变线，反手直接发力变到马龙的正手位，所以在这个环节上面，这一条线路上面，在第一局樊振东就已经拿到不少的分数了。再来第二个，也就是第一局的胜负的重点，就是樊振东在反手位的下一拍，也就是如果他接发球这一板算第二板的话，下一板的第四板去过渡完第六板，就会像现在这一分一样，反手小动作的小动作突然性的发力。在第一局是拿到非常多的分数的。刚才这球还带变线哦。对。好了，换颜色。对，让你知道我也会。接发球用一个假动作的黄挑。啊，这个算是马龙反手拧的机会，没有掌握住。哇，马龙连续的失误，樊振东现在6-1领先了。改变了发球，还是成功的从中路去做破坏重心。哇，今天马龙扛樊振东反手位的相持球有点扛不太住、哦、对对，稍微被小加压或者去小加速的话往往都会慢了半拍哦。
大概只有在第一局的前段，尤其是算是比较有预判到提早出击。对，在第一局的中局过后，打到目前为止，反而是马龙一直在跟樊振东的节奏啊。对。投长球。刚刚樊振东稍微有点可惜了，倒数第二板的时候稍微往下坐了一下，所以影响到他下一板的还原的时间。侧切，哇，一个手感球。哇，这个侧切完全破坏了刚才樊振东准备的节奏。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哦，你在一直在跟对手的节奏，或者是你已经不知不觉打到对手最喜爱的套路上面的时候，你必须要有所调整。那调整有很多方式，可能是你发力，或者是更发力，或者是把你的速度质量稍微往下降一点，或者你只给速度不给旋转。然后像刚刚马龙这也是一个各位观众可以参考的，我不跟你去打速度，我也不跟你去打进攻，我反而去做一个利用旋转的侧切，我来跟你玩左右两端的旋转。哇，刚刚马龙也是试图的把速度去放慢，但是哇，樊振东的反手啊，可怕。你刚刚说狙击枪吗？狙击枪，哇，这个一看就知道是 B46 了啊、哦。B46 哎、欸，这个有年代的哦。不小心暴露了年龄哦。对，至于哪款游戏，就是最著名的 CS 啊。9-6。侧上。哇，这球马龙主动失误，这想法不错。这一局马龙的失误真的蛮多了。对。控制反控制。哇，一样哦。其实从这一球看得出来，马龙他是想要掌握整个节奏去做攻击的，可是最后还是都失败了。樊振东凭借着对手在这一局失误比较多，最后11-6，目前局数取得2-0领先。感觉状况有点跑掉了、哦，而且整个内容跟第一局差异就更大了。在第二局，马龙自己的失误偏多，那樊振东几次的突然的攻击都能够发挥到效果，现在马龙得赶紧做出一些调整。前面在第二局中后段，他忽然把节奏放慢，看起来是不错的方式，但主要还是自己的把握性要再提升啊。是，不然现在打的稍微有点沮丧哦。对，可以看到马龙的眼神，还有一些他的肢体语言，或者在得分，就算这个分数是他得的，但是整个情绪还是没有办法去亢奋起来哦。哇，这一球樊振东还给马龙一记当头棒喝。马龙已经等到在他的套路上面去做反拉，但是樊振东看似他正手大空档去让给马龙去进攻，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陷阱哦。哇，侧切反拉，哇，这么高端的手法。哇，看他这个出拍的方式。在上一局他做的侧切是做左边的侧切、嗯、也就是打到这个球过来打到他的左侧的地方，刚刚他是用右侧切哦。哇，加压之后持续的想要靠近台内，可惜啊。哇，马龙瞬间发力完去做一个节奏的变化，刻意的去放慢去放短哦，
但是还是被樊振东完全掌握住。你现在就看得出来，我上一局说的马龙不只玩左右两侧，现在马龙在打相持的时候是只给速度不给旋转了。嗯，这个可以看到马龙本来是想在前两局，尤其是第一局跟第二局的前半段，马龙打反手相持都是跟樊振东反手互撕，也就是互相的加旋转，然后撕的话就是反手拉的意思，只是他的动作比较小，他的强点比较快。但是打到现在，马龙只要一打到反手的相持，要么就侧切，要么就是用推的，推的有速度，但是没有旋转，也让樊振东没有旋转可以去借力使力哦。所以什么叫做高手？对，先不要讲说这场比赛的胜负是谁，但是可以看到双方选手都一直在调整，对，一直在不断的调整，如何去破坏对方正在准备或者正在打得很顺手的节奏啊。等于现在马龙换三一了哈，对 ，DeFi 跟他打的，对。然后他不发力的时候，就是换成小刀了啊。哎，对对对对对。要这样形容也是行啊。是。这我怕观众有些人可能没玩 CS 不懂啊。六比二。哇！忽然间换正手，侧身给把球路给压下去。而像这一分，樊振东也非常的聪明，调整非常快。他也知道马龙现在他不发力了，所以再来就是他如何去选择他侧身进攻的机会了。嗯，对。然后这个时候马龙就要去做到从他正手位去变现，让他知道说，我虽然我反手跟你相持，反手位我不发力，但是会有球去到你的正手，你不要乱给我偷撤。对，所以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很高张力的什么中远台对啦或什么的，但是这场比赛非常的有内容，双方选手都在比内力哦。没有极度的亢奋，也没有为自己有很多的呐喊声，但是这场比赛双方都打得非常的冷静，尤其是马龙在打不顺的时候，连他的态度、肢体语言也加入这场比赛啊。嗯哼，对。9-3哦，马龙在这局做了很有效的调整。嗯。这场比赛如果要形容的话，就是双方在吵架，然后樊振东他吵的是他想要吵的东西，然后吵得越来越大声，振振有词，看似他快赢的时候，马龙就不跟他吵了，冷战吗？对，我让你吵不起来。哇，逆向思考的反拉哦。所以在马龙判断上，一开始以为对方会打斜角。对。哇！这场比赛前两局就是这个重点，去把马龙的气势、他的火焰打得从大火变小火啊。嗯。这几球看得出来，樊振东又找到点可以去跟马龙吵了。嗯。哦，刚刚马龙也是非常的有智慧，非常高端的手法，去抢第一时间去做反手拉，这个抢第一时间去让对手完全没有反应去做反拉或者是防守，而且抢第一时间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你抢到第一时间，它会有一个旋转加成的效果。10-6，樊振东还有四个局点要来化解哦。
那马龙则是要想办法把握一下自己的发球机会。哇，擦边。10-7。虽然这个是幸运分哦，但是这场比赛又让我们看到樊振东他反手的能力哦，不止抢快点的对角线的速度，他两条线甚至全台他都有办法瞬间的发力、哇，马龙这一次准备好了，但球碰到网袋，马龙瞬间只剩下两个局点机会了。Time out。哦，这时候马龙叫出了暂停。因为这一局他一定得拿下来，对，如果陷入一个局数0-3的落后，对他来讲非常的不利，那就不好打了，那就真的不好打了。然后在这一局战术上的调整一样带来一些优势，不过在后头现在樊振东也做出一些改变了，我们看到其实樊振东在后面这几球啊，其实也不会强行的去跟人家对方做进攻，也不主动的想要先手做出击哦，反而会仔细的观察对方的回球，再来做判断。对，这几分樊振东打得非常好的地方是，他在打巷子球或者在准备进攻的时候，他会再多等一拍，多等，因为他知道对手给他的节奏是有在变的、哦，所以再多等一拍 ，double check， 然后用余光去看马龙他的站位跟下一拍的准备。然后再去做瞬间小动作的高速度的击球进攻。来看暂停过后，面对樊振东的发球，马龙会如何处理？这两分的接发球，马龙可能就要选择凶一点哦。反手拧的时候，可能要加点速度跟质量了。哦。就暂停，马上发挥的效果，接发球直接得分，所以在这一局马龙是拿下来了，11-8，目前呢领先的是樊振东2-1。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日本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八强，樊振东交手马龙，目前领先的是樊振东，局数是2-1。马龙在前一局终于是拿下来了，所以来看这一局又会呈现什么样一个内容。Love one， 看起来不给旋转，然后速度放慢，樊振东打起来是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得心应手。是，但是在第四局开赛的第一分，马龙又给旋转了，又给质量了。哇，就我手感球。攻击机会，哇，拿下了分数。这个就叫做精神，而且你平时训练没有去救这种球，你比赛是完全一点反应都没有的。所以这颗球可以看到，马龙甚至调了第三拍、第三个重心来去救这颗球，就可以知道他平时在训练的擦网球，他一定一个都没放过。反拉，哇，连续两次接下来得分了。哇，借力使力的一个正手的快带。3-0。1-3。忽然间给个慢的。对。樊振东也知道，哇，现在好像慢慢打到马龙的套路上了，所以长短也稍微调整一下，在得分也开始在呐喊了。哇 ！1-4，这也是一个逆向思考的反拉哦。站位的准备是要走直线的，但是在击到球的时候稍微大一点小滑拍。哇！樊振东这次也守得很好，这反应太快了。
马龙走直线都来得很快了，他还是救到。这已经今天这场比赛第二次，樊振东在节奏被动的情况下，伸长他的手臂救到这球。射上，过来，过来，封哦！樊振东追平喽，四比四。我偏高了。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哇，樊振东连续的得分哦，而且这个中路的转正手也是临场反应哦，然后再包含刚刚前面的有一分正手的空档，他也是用临场反应然后去救这个球，但是一般人救得进就真的已经很了不起了，他在救这个球的临场反应的同时，他还反加力去做进攻，这个就是樊振东可怕的地方哦，他每一板的出手你好像在他的字典里面找不到过渡这两个字哦。嗯，对。这他攻击刀刀致命了。对。哇，刚才这一球也是拿手好戏哦。又来了，改变了方向，影响到了马龙。樊振东连续的得分。欸，就算你知道他要打这种变线的球路，他的球的重量你还是很难去守住，对，而且速度非常快，所以可以看到马龙现在他正手位在击球是没有办法做出他正手标准的动作了。嗯，哦，这一次马龙在反手相持的过程中忽然间换正手，对，把角度打开，这完全100%的预判到。哇，可惜台内的进攻机会，马龙直接低头不语，残念啊。哇，你想摆短，我就直接加速打过去啊！这狙击枪又来了。虽然我也是跟大家一样是在荧幕前面，但是刚刚看这一球，好像我中弹了一样。这子弹从日本打过来。对。来看一下，马龙又改变手法了。刚刚他用敲的。刚刚他反手选择用敲的，他也不是像之前用推的，或者是反手拉，或者是左右两边的侧切，他是带着45度角去把这颗球去往下加压，敲过去的球是有带一点下旋的成分去给他的。哇，近身挡下来了，中远台的对决。哇，樊振东真奇迹间的反手攻击啊，10-6，再看一次啊。角度都拉非常开了，但最后哇，使用一个非常像网球的反手，对对对，单手反拍的动作，10-6，四个据点机会落在樊振东这边，你摆短，晚间往对方直线推了过去。Power down.
哎，一板加速，11-7，樊振东在这一局打得非常优异啊！现在局数他取得3-1的领先。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看这一场樊振东跟马龙对决。战，那樊振东在进攻端哦，打起来非常有信心啊，尤其在刚才中远台的来回，角度都带开了，他也是凭着自己出色的移动能力哦，以及自己的手感，用反手的方式把球打了回来，那一分打得非常的精彩。现在马龙没有退路了，对方已经3-1了。再一次的机会，台内的进攻，这一次就把握住了。Left two。现在比赛内容的演进哦，从反手位，从接发球的反手拧，现在发球都会多选择一点，发到对方的正手位。然后打相持球的时候，本来双方都注重于反手位的相持哦，然后现在都主动的先从对手的中路去突破。这场比赛真的极度的有内容啊！这个又是来一个侧切，嚯，樊振东。这正手这样拉过去，角度之大。擦网重发。Two all。Volley，volley，four。Two three。是反手拧到马龙的中路，这就是完完全全是中路追身的地方哦，就是持拍手的骨盆的位置。这就是最难去选择，到底要用正手还是反手的位置。哇，小动作的发力又来了，最后让马龙已经没办法救到。打相持球不止，小动作的发力衔接侧身，再来去做一个直线的逆向思考的进攻。我的天哪，4-2了，哇，樊振东。这一局是打得非常有企图心的。哇！再次精彩的得分了。就是这条线路，今天让马龙很少机会，很大胆的去做直接的侧身进攻，或者是准备的心态没办法很安逸的在反手位等球啊。我可以看到樊振东在发球的时候持拍手还是稍微有点小抖小晃动，就可以知道他现在他的肾上腺素有多高了。这个绝对不是紧张了，打到现在绝对不是紧张，这绝对是极度亢奋的情况下，对肾上腺素起来的生理反应哦。这我们台语要去诠释他的话，就是啊，今麦在讲啊，今麦在换楼啊，换楼啊！你有曾经进入过那样的状态吗？有，而且发炉完过后的，我觉得啦，我个人体会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对方在进攻，然后一个追身球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个闪身反拉，但是对方是发力进攻了，但是球到你眼前的时候，你突然有办法去有一个片段是 slow motion 的。就是球会突然变慢，就好像灌篮高手三井寿在投三分球，他突然就停下来那种，这球就变得很慢，然后你会觉得这个球你看得非常的清楚。对，灌篮高手这个形容的话，你可能打到球是3天后的事情。啊，对对。真的球会变得突然变得特别慢，然后你看得非常的清楚。哦，这英文就。
in the zone。对对，7-3哦，回到场上。7-4。又是另外一个反手的处理球的方式啊，带了一点敲，但是有去做一个长球的去做往前推的一个动作。想要再一个。虽然现在马龙他是分数或者是局数是落后的，完全落后的，但是在这场比赛的内容当中可以看到马龙他光反手位他为我们呈现出多少的击球的方式啊，反手推、反手挡、反手撕、发力的大动作的反手拉，然后反手敲，然后还有左右两侧的侧切，还有放短球的细腻的手法，哇，真的是太厉害了，相当的多元呢。这球碰到了网袋，最后飞了出去，4分差。马龙忽然想要改变节奏，失败了。现在在樊振东的部分，手握5个赛点机会。换改变节奏，哦，最后球下网，11-5，樊振东最后成功拿下这场胜利啊，终止对方的对战6连胜，恭喜樊振东啊，终于在日本公开赛哦。已经很久没有过了马龙这道高墙了，但这一次他终于通过了，而且这一次的比赛过程他打的是相当的积极，非常有侵略性，也压迫了马龙整场比赛的节奏，所以樊振东最后局数4-1胜出哦。所以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关心精彩的日本公开赛。